分享天主圣言，畅饮生命之泉。下面为大家分享生命之粮，请大家聆听复活期第三周星期二福音，恭读圣若望福音第六章30-35节。那时候群众为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让我们信服你呢？你要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过玛纳，正如经上所记载的，他把从天上来的食物赐给他们吃。于是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不是梅瑟赐给了你们那从天上来的食物，而是我父现在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因为天主的食物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把生命赐给世人的那一位。他们便说，主啊，求你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信我的人总不会口渴。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主内的兄弟姐妹，在这段福音当中，耶稣开始给群众讲解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的道理。可是呢，犹太人却提起了在旷野中他们的祖先吃玛纳的事。耶稣清楚地告诉他们，不是梅瑟赐给了他们的祖先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而是天父。而且呢，当时犹太人在旷野里所吃的是生活之粮，而不是生命之粮。这真正的生命之粮就是可以使人得长生的就像我们古代人们讲去找什么长生不老的药，现在耶稣本身他就是长生不老的药，他才是真正从天上降下来的真正的食粮。我们看到耶稣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天主的食物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把生命赐给世人的那一位。那真正的食粮就是赐给人生命的那一位。谁赐给人生命？我们说是天主，但是天主又分三位一体，万物是因着圣言而创造的，离开圣言万物就不复存在。万物不单包括矿物质、植物、动物，也包括人。那这些生命体也是因着圣言而创造的，所以圣言就是生命的根源。耶稣自己也清楚地告诉大家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这就说明耶稣他是生命的根源。现在耶稣就告诉犹太人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清楚什么是生活之粮，什么是生命之粮。现在我们吃饭无论吃馒头、米饭、蔬菜、肉类，这些都属于生活之粮，这些只能管一世管一时。因为我们一般来讲是一天三顿饭这个生活之粮呢连一天也管不了，但是耶稣则是生命之粮，他要管一世。当我们读这一段内容的时候，可能让我们也想起耶稣在撒玛利亚同那个妇人谈话。耶稣说自己就是真正的活水，凡是喝了这活水的永远不渴。这个妇人也求耶稣说，哎呀，把这样的水赐给我们吧。耶稣就是活水，生命之水，耶稣就是生命之粮。耶稣愿意我们所有信他的人不单是跟随他，还要去吃他喝他。耶稣也清楚地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他内就没有生命。虽然耶稣讲的有关圣体的道理
让人听起来特别深奥难懂，但是我们要怀着谦虚的心情，相信耶稣的话就对了。耶稣不会说假话，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既然他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一定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不过当时民众不太理解，包括宗徒呢也不太清楚。只有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在十字架完成了他的奉献的时候，宗徒们才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明白了有关圣体的道理。主内的兄弟姐妹，耶稣他作为天主子来到世界上，把自己当作生命之粮赐给我们，为的就是让我们获得永生，所以我们要善用这生命之粮。我们知道很多人喜欢去下馆子，到不同的饭店啊，吃这个吃那个，吃的再好再贵，那也是生活之粮。只有耶稣才是生命之粮啊，只有这生命之粮才可以使我们获得永恒的生命。因此呢，我们要常常的领圣体，通过圣体圣事，我们才可以巩固我们的永恒的生命。